的陆战队生涯也是从这么一声哨声开始。我们八月份刚刚海边搞完训练了，今天我们冬季到海边训练，大家怕不怕？不怕。等一会上来以后，我看大家有没有抖手的，抖的。哦，听我口令，下海。夜航，好。夜航，我们为什么要练这个水上抱着浮木卷体？我们要练就我们强健的体魄。我年轻的时候跟大家一样，也是在这种海水当中摸爬滚打起来的。冲击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一往无前，后面是大海，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冲击上路才能够活下来。开始。集合！大家能不能？不！我看你后面那个哆嗦啊！报告，身体哆嗦，心里不能。我们大新兵的时候，一下水，咣咚就喝了，喝完以后什么，呛的眼泪也下来。从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陆战队员一定要征服大海。现在大家想对大海说什么？不！我想把大海冲开！冲开！大海我来！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想敬畏大海，保护大海，挑战大海。把每一滴热血都流进祖国的大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在我们开讲的讲台上，之前来过很多的军人，我都已经记不太清楚到底来过了多少位，但是几乎涵盖了我们熟悉的各个军种。今天要带大家再认识我们军队这个大家庭当中非常特别的一员。这一支部队，很多人可能听到接下来他们的这首战歌就能猜到他们的名字。战歌里是这么唱的：涌浪中我们特别能吃苦，岸滩上我们特别能打仗，背水攻坚势不可挡，又有浪又有岸，到底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海军陆战队某旅旅长王家全，有请。高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开讲。大家好。各位请坐，请坐，请坐。今天我和一位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站在一起，第一感觉，您的肤色真黑呀、啊！你说我现在黑，我现在感觉到是相对还是比较白的时候。如果说是五月到八月份期间，可能你只能看到我的眼睛和牙齿。所以您在部队里，如果跟您的战士们在一块儿，您会算是最黑的吗？我还不算最黑，我们陆战队员有的比我还要黑，普遍的都像我这样，这是陆战队的招牌。那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战歌是咱们海军陆战队的，是我们海军陆战队的队歌，军中之军，刚中之刚。这个歌词您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嚣张了？它就反映着我们陆战队标准相对比较高，要求要更严。在歌词里还有一句背水攻坚，
你知道古代这个背水一战啊，往往是形容是特别艰险的这种战斗。我们在海上发起攻击，只有胜利我们才能够活下来，我们后面没有退路，所以说背水攻坚，勇往直前。难怪是军中之君啊。很多公众了解海军陆战队更多的是从影视作品，没错，比如说那个叫火蓝刀锋，还有那个红海行动、撤侨行动。所以像撤侨行动这样的一些重大的这种任务，往往也是由咱们海军陆战队来承担的。对，2015年的时候，我们旅的50名特战队员，在整个执行护航的过程当中，接到了到也门撤侨。我们陆战队员五进五出也门港，成功的把897名中外的侨民撤离也门。我们的特战队员按照战斗编组，在这个码头上进行封控。封控，那我们的人员就可能面对着相互之间交火，带来伤害。你看那个塔吊那个位置，我们的狙击手就设伏在上面，然后子弹的话就落在它的周边。你看当时网上看到相对标志性的一个标识牌，这个标识牌写的什么？中国海军安全区。中国海军安全区，请离开。离开。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走到国外，能够保护我们中国公民的安全，维护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能够感受得到，当时撤离的侨民，当看见咱们的陆战队队员，尤其是我们臂膀上的国旗，对，他的内心是多么踏实。对，所以我在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当中，这些影视作品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唤起人们对于祖国强大的一种感受和认知，对，也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让人们去认识我们今天当代中国军队的风采。对，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带着对海军陆战队的种种的好奇、羡慕和敬佩，来听您今天的开讲。有请。谢谢，谢谢。我想首先的话，请大家看一段我们海军陆战队的视频。我们海军陆战队，他被誉为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海军陆战队是两栖精锐作战力量，是要从海上发起进攻，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职责。我们海军陆战队是一个年轻的兵种，组建之初一穷二白，没有训练场地，装备不齐全，我们官兵们住的是茅草屋，喝的是黄泥水。88年海战以后，海军陆战旅担负建交守交任务，当初啊岛礁上没办法生活，那就要开始要建高脚屋。我们的第一代高脚屋是瓜棚式高脚屋，是我们的官兵用手提肩扛把搭建的器材搬到礁盘上，然后用什么钢钎打进去，用毛竹竹竿打起来，铺上茅草，这个顶上盖上油毡纸，温度高的时候油毡都融化，沥青油在下底。每天供应的水是用补给船拉上去的，白水桶25公斤，温度高了以后这个桶也慢慢的融化，跟这个水搅和在一起。这种水现在我们
年轻人肯定不会喝的，但是对我们陆战旅的官兵来说，它是生命之水。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南沙的第一支共和国建交守交部队，也是从那年代陆战队打响了第一个品牌。哪里有难啃的硬骨头，陆战旅来扛。我是1992年光荣的加入海军陆战队，当时来接兵的跟我谈海军陆战队很辛苦，但是你到陆战队以后，你可以从空中跳伞，从直升机滑降，你可以驾驶着坦克战车，这是一种神秘的部队。我不怕苦，我要向往大海，那么我就选择到达陆战队。到新兵营的第一天晚上，坐了个大卡车，颠了几个小时，满身都是灰，然后到达军营，很热情地把我引进去，吃了一碗面条。我印象大概有10点钟左右了，我们都认为刚入伍的新同志肯定要洗漱洗漱，就要休息。一声哨音，集合，干什么？搞训练，点上蜡烛放在地上，点着，然后开始做俯卧撑，让你满身做的湿透，开始滴汗，地上要滴出一个人形图案，说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每年5月份到8月份，叫魔鬼训练季啊，全部拉到大海的边上，进行海上科目的训练。在我们陆战队，只要提到海练，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发簇，早晨6点钟起床，首先来一个5公里的越野，然后上午扔到大海里面，进行一个10公里的长游。我们陆战队有一个俗语，上到沙滩就像死鱼一条。10公里游完以后，我可以说你从肩膀到你的腰部到你的腿部，浑身虚脱没有劲，然后你到沙滩上两腿一软就趴在海滩上，不是说你训练结束了，还是让你休息几分钟，你再从终点你跑步回到起点，沙滩上跑回去。下午我们要像少林寺僧人一样坐在沙滩上暴晒，晚上我们还要进行20公里的徒步拉练行军。我们在海边暴晒是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我们陆战队员引以自豪的是什么？你要当陆战队员，你第一次参加海练，你要把背部要完整的晒脱掉一张皮下来，然后背部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这种血丝，晚上的话你怎么睡觉？你要趴在草席上睡。第二天你还照样要下到海水里面，海水是咸的，这种刺激感是对陆战队员的身心的挑战。不瞒大家说，我从军将近30年，刚来的时候我特别向往大海，但是每年在海里面可以说跟大海打交道这么多次，那一种海水的味道，可以说今天想起来你都会感到发怵。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的家人让我陪着到海边，我从来只带到海边，我从来不会下到大海里面去。我想我们陆战队员为什么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来磨练摔打自己？大家都要知道，我们是从海上发起，我们要从海上打到陆上，我们是没有退路了，我们只有海军陆战队胜利的打上岸滩，才能够保住生命，完成任务。今天训练不过关，明天在战场上我们只能用付出更多的血躯来填平我们训练没有完成的任务。我是陆战队里面的坦克装甲兵，可以说我这
半辈子都和这个装甲铁疙瘩打交道。我这个装甲专业当时的话是个小兵种专业，编制很小，我感觉到没有什么出路，所以也迷茫。1999年，我们陆战队组建了一个徒步方队，通过了天安门，就是提着正步，我们无非就是穿着海洋迷彩服的陆军。我心里就在想，我们陆战队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的装备方队？2001年的时候，我们陆战旅和陆军联合组织了一次登岛演习，我们带了20辆装甲车过去，在海上编布的时候，我们只编了一个波次，我看陆军的他们在海上编了10几波次，这叫海上铁流滚滚，向安滩登陆，这种场面非常的壮大。海面上驱护舰艇、登陆舰艇、空中的战斗机，这样一个画面就在我的眼前，是给了我一个震撼。我想我们陆战队一定会走向机械化，把我干陆战队的事业、干装甲的热爱精神慢慢的又点燃了。2005年，我们海军陆战队与俄罗斯的海军陆战队在山东半岛首次两军陆战队组织联合军演，当时海面风浪3米，我们开的是86B步兵战车，以往这种风浪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大家都一片沉默，就在想下去可能会乘车亡人，但是不下去，这是陆战队第一次中俄联合演习，我们需要展示陆战队的风采，是不能后退的。我们的指挥组定下决心，不断地打开大门，当时这个海浪直接涌入大门，把装甲车整个履带全部抬起。我当时我是战车分队的指挥员，一声令下，战车开始泛水。泛水过程当中，我就听到我的下属的一个车用电台向我报告，说营长，我的后油箱在大门口已经被舰桥挂断，掉入海中。86B 步兵战车水上行进，主要是靠外挂油箱给舷外机供油，没有油，这个水上推进的装置就不能工作，就像船没有了螺旋桨，怎么办呢？我说不要着急，用履带划水，对着岸边按预定方向登陆。用履带其实就是用陆上的动力装置在水上缓慢行进。当时下去以后，我们是在装甲车里面根本是看不到岸边，风浪大，我们里面的陆战步兵呕吐。我刚才说我们挂掉的这个油箱的这个战车驾驶员在这种大风浪当中摇摆，他最终是躺在驾驶室里面，把车辆开上了岸。我就在想，这一次我们凭借超高的技能完成了这样的一次任务，但是啥时候我们的装备能够越来越好，更加适应两栖作战需求呢？2009年，我们陆战队组建了装备方队，参加建国60周年阅兵。我们驾驶着新型的05步兵战车通过天安门。从99年我们是徒步方队，到09年我们海军陆战队装备向机械化迈进。我们实现了装备的跨越，整整等了10年。2015年，我们带着自己国产的新进的05式步兵战车到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武。非常巧合的是，俄方使用的是05年中俄联合演习的同类装备，我们用我们
新型的零五式装备在国外赛场上与俄方装备在同一赛场进行较量，双方之间各有装备的优劣势。我们的装备水上的机动性能相对比俄方要强，但是俄方陆上的性能要相对比较优越。一看赛场，当时感觉到傻了，别人的赛道什么在沙滩边沿，我们的履带装备容易淤陷，我们的装备比较重，在沙滩地上跑得不快。我们就在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赢。比赛规则是海上800米，陆上7.2公里，海上我们拼尽全力水陆连杆跑，比赛的前两局我们都赢了，但是第三局里因为海上风浪大还取消了海上的部分，那只剩下了陆上的，怎么办？陆上想要得分必须要精心设计每一个点，其中一个科目我们的车高速通过车辙桥，以往都是过去之后解锁开门投弹准备三个步骤，但我们的车长在车辆高速行进的过程中一只手把已经打开的锁扣紧紧握着，冒着强烈的颠簸碰撞受伤的风险，省下这个时间，到了点立刻开门投弹命中。就这一个细节，我们在整个三项合起的成绩当中取得了我们海军陆战队首次出国第一个单项总分第一名。我们是一个多兵种合成的兵种，有步兵、坦克兵，有导弹兵、炮兵、侦察兵、舰载航空兵等等。那么我们在未来作战当中，我们还会和海军的水面舰艇、潜艇、陆军、火箭军等其他军兵种来联合一体作战，需要我们陆战队员掌握更丰富的知识，比如说网电知识、计算局知识、指挥信息知识等等。我的单位有一个高级士官叫吴桂云，新兵结束的时候他被分到了导弹检测班，他只有中专文化，他一看到这个电路密密麻麻傻眼了，蒙圈了，但是他没有放弃，每天早起1小时晚睡1小时，中午不休息，学习导弹检测的原理，他自己学定功学、脉冲学，他把导弹检测的400个重难点问题能够默记下来，他绘制的电路图有10米长。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取得了我们军界专业的高级资格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同时他还取得了中山大学的自考本科。陆战队员打仗都不怕，学习还会怕吗？天空是蓝色的，大海也是蓝色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士也是蓝色的。我们在苦练本领，目的是什么？是能够把自己打造得更强大，能够在任何我们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我们国家。未来仗怎么打，我们现在就怎么在训，我们有信心而且有能力打败侵入我家园的任何敌对分子，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誓言把我们每一滴热血流入祖国的大海，中国一点不能少。国家海洋利益到哪里，中国海军陆战队就在哪儿。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首长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开讲，谢谢各位群众。这也算是第一次，我们从真正的海军陆战队的口中知道了他们一些基本的训练内容。所以您有算过吗？一年大概您要穿坏几双解放鞋？我像我的话，现在都是穿像这种作战靴。嗯，我作为旅长，一年要两双。我的战士在三个月之中就穿了三双，而且都是脚趾头穿出了缝。我就特想问，您这样在开讲当中把这个训练的内容这样的给大家披露和渲染之后，您担不担心今年招兵的时候再说去海军陆战队吧，年轻人？我相信有志的青年还会到陆战队来的。所以越是艰苦，其实越是考验你的勇气和你的担当。您意志力这么强大，为什么现在还不敢去海边旅游呢？哎呀，我现在没有特殊情况，没有任务，我是真的不到海边去。你说叫我去旅游下去游泳，我个人很少很少。所有的人到了大海边旅游都是坐在海边眺望着大海，我估计您是背对着坐着说你们玩吧，我歇会儿。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网友在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间也在跟随您一块儿去见证和感受海军陆战队一步一步走来的脚印。那么接下来请我的助理小 V 带我们到直播间看一下。小 V 你好。好，王队长好。你好，你好，小薇前来报道。我觉得今天啊，我看到你，我突然觉得你跟海军陆战队也有缘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身上的颜色，白色、蓝色，这都是海军的颜色。颜色，而且你的脸就跟戴了潜水面罩。我也想当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我传递过去的那么多小纸条，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第一个网友问，说海军陆战队队员上来就要学习这么多武器，这么多作战的技能，是每个人每一项都得学得精通吗？我感觉要是一个人学完所有这些技能，等他学会的那一天差不多也该退役了。一个能力强的陆战队员，他一个人能够玩懂几个专业？你说一个步兵班长，他对自己的班里面的各种银属武器，比如机枪、步枪、狙击步枪，他是绝对会操作使用的。但是所有的专业，所有的装备都能够弄懂弄通，这个有点夸张。估计咱们的很多战士从入伍到离开部队，一直是要在不断的学习中前进。没错，包括您现在，我听说也在跟着战士们还在要训练。有些科目对，还是要训练。小夏老师啊，下面的这位网友啊，是小薇费尽心思在节目的录制之前呀，从咱们的网友中找到的。他这个留言说，很多人都说我们的车很酷，我觉得就还好吧，有啥可羡慕的？不就是轮子多了点，车身皮实点，视角丰富点，一般人开不到而已。小薇就特别好奇他开的到底是什么车，所以啊，我就把他叫了过来连线一下。请吧。哦，哇、啊、主持人好，首长好，我们是零五师步兵战车的车组成员，我是车长李山，负责车辆通讯及全车指挥。好，欢迎车长。我是驾驶员蒋水洲，主要负责车辆驾驶。车辆驾驶，驾驶员。我是炮手杨先民，负责全车武器及火炮系统操作。下面由我带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步战车。好，这是我们的零五师步兵战车，是陆战队最先进的两栖装甲装备，它不仅可以在陆地驾驶，也可以在海上航行。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的手滑板。在海上航行时呢，就像现在一样像船，它的目的是减小向前的阻力，增加向前的速度，是世界上唯一使用滑板结构的两栖装甲车辆。大家看这里，这个是我们的尾滑板，其特点呢是在海上高速的航行时，使车辆
保持平稳。大家看这里，这个是水门。大家肯定会在想，在海上航行时，这么大的车辆是怎么做到呢？今天我就为大家揭秘一下，是通过水泵将海水吸入，再通过喷水推进器从水门，也就是这个位置排出，给车辆一个动力，使车辆向前航行的速度更快。喷射出来，推力啊，向前。现在由我们车组示范优越的战术性能。好。零五式两栖装甲车辆要比以往的老式两栖装甲车辆速度提高了一倍之多，缩短了车辆泛水颠簸的时间，减小了在敌方火力下的暴露时间，提高生存能力，进一步增强了两栖作战部队的登陆作战能力。开眼界了，开眼界了。首长同志，我们的驾驶员向您发出挑战，炮手有问题请教于您。哇，好，那一个一个来吧。首长您好，我知道您以前也是从事装甲专业出身，我希望有机会与您在训练场上一决高下，那么首长认为谁更强？我是这个专业出身，我搞了30年了。但您现在摸车的时间不如他们多呀。我不会跟他拼一时的快，我要在他各种障碍物当中、限制物当中，好的，跟他来决出胜负。等我回来，咱们在场地上决出胜负，我答应你的挑战。首长好，我军现已基本实现机械化，正在向信息化转型，无人机、机器人等装备已经应用于战场。那么，我们装甲装备无人化是否即将到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无人坦克驾驶啊就会实现，包括现在的火控系统也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要进行改进。无人驾驶的坦克，然后人工智能操纵的火炮系统，那炮手应该问，接下来我的问题就是，那我们还练什么？战士们想的比较远，还是在看着海军陆战队要向前发展。我说装备在发展，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对，这是一个历史潮流。对，完全实现智能化，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还长的一个路，可能在将来不久，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人与人工智能，或者说以自动化的结合会更紧密。对对对，对吧？对对对。所以，这些年轻的战士们未来无可限量啊！反正我是期待着，如果未来在比武场上你们遇见首长。首长肯定是不会手下留情的，我也希望你们拼尽全力，能够拿到你们最好的成绩。谢谢小薇，接下来你就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网友，继续参与我们后面的直播和节目。谢谢。嗯。首长再见，小胖老师再见。再见，再见。接下来，留给我们现场的青年代表。谁想发起挑战，现在可以开始。来，你先来吧。旅长好，小萨老师好。你好，我是咱们陆战队的兵，女子侦察队的排长。我不相信。哦，肤色不对，她太白了，可能是不是今天化妆了。刚才听了旅长的演讲之后，我还是心潮澎湃。其实我们是特别怕跟旅长一起训练的。旅长的年纪然后比我们大很多，但是训练的时候大概是我们的一倍，比我们还要拼，比我们还要猛。旅长跑起步来我们是追不上的，以身作则，年纪比我们大那么多，让我们这些小这一句听的时候呢心里还是会有些难过，就是让我们一些小年轻感觉到惭愧，训练这么久还是没超过您，心里面不服，还是跑不过一个老头，是吧？所以我代表我们这些后浪们问您，您有没有中年危机？您还打算这么生猛的拼多少年？意思是给年轻人留条活路呗。不是萨老师。他说我宁波老爷上人犯否。你看我还能在部队还能够干多长时间，再提问我这个问题。部队需要我待下去，我干下去。
如果组织上让我离开，我绝对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就说我们雷厉风行、虎虎杀气、一刀见红这种精神，在我们每个陆战队员身上绝对不会丢的。我觉得您还是误会了他的问题，他一定不是问您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部队，他问的就是您这么拼，而且确实比他们年长，您应该有很多理由可以让自己不那么拼，但是您还这么玩命的拼，年轻人都觉得压力太大，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可能是给我抬高了。你看像他可以在直升机上滑下来，可以攀上去，可以潜水，女孩子很优秀的。我记得您曾经跟我们说要给我们女兵连每一个人发一小袋米，带我们去荒岛上生存10天，您什么时候带我们出这样的任务？海军陆战队员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对自己狠，没带你出任务还在这说我不服我要去。其实我还想说，我们的训练科目强度和方式跟男兵一样，训练的要求甚至更严格，可能我们的热情比男兵更高涨。您是怕我们超过男兵，还是嫌弃我们战斗力不足？所以说我希望您兑现诺言的这一天快一点到。在我心目当中，我的女子陆战连是我在关键时候要用的一支力量，一定要在好钢用在刀刃上。对，现在可能的话，目前我们单位执行的任务没有带着你们去，是因为某一项任务可能没有你们赋予的单项任务。我想的话，很快一天我们的任务来临以后，带着你们一起去出征，好吧？谢谢首长。10年磨一剑，等到剑出鞘的那一刻，你们是真正要让对手胆寒的那支力量。谢谢首长，谢谢小花老师。报告完毕。报告完毕。下一位报告来。旅长好，小撒老师好。你好，你好。我叫修修，我现在所从事的专业其实和旅长非常的相像，也是2栖作战项目。哦，那你是有水上运动这样的吗？对，有的。那你是教练？这么明显吗？铁人三项。哎，是有可能水上运动项目，是不是？我是一名现代舞项运动员。现代舞项是由击剑、游泳。击剑、游泳。马术。马术。马术。和激光跑。激光跑。激光跑。激光跑，对。我们的激光跑其实是由跑步和射击组合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和旅长你们海军陆战队队员的项目很像，所以我想问一下，海军陆战队队员退伍之后有没有兴趣来当我们的运动员呢？你当着我的面挖我的兵，挖我的干部。以我们战士的水平，我们去了都是当教练。我们现在好多退伍的都被特警招去，你比如说海上救生的，包括各个省市的特警，包括海外的押运的特殊岗位。特殊岗位，你提的说能不能，我担心就是你这个五项，我这里面有没有适合你的人才。像我们运动员经常会出国比赛，我想知道旅长出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学习2句外语。哦，我可以啊，我可能记不得很清楚。以前我只在表情包里见过挠头这两个字。我给你讲2句吧。你比如到俄罗斯的话，谢谢叫西巴西巴，然后再见叫西巴西巴，再见叫达斯维达利亚，达斯维达利亚，这个你好叫扎斯维拉，就这样叫的。然后到泰国的，泰国人的问好，王亚兰你说一下，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而且我觉得军人啊，相互之间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比试比试，战场上见，所以最后都是拿成绩来交流。对对对。比赛中都有很多的一二三四，每一个运动员都可能是朝着最高领奖台上去努力的，大家都很拼，都想拿第一。对于军人，输和赢都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想问一下旅长，在出去演习时，您有预想过输吗？有没有做过输的预案？作为军人来说，我们出国参赛，包括出去参加一些演训任务，都会面临和对方较量，
都有可能会输和赢这种可能。我想的话，我们陆战队员在比赛当中，他代表的是国家，与国外较量的时候，我们始终心里怀揣着为国争光，就像你们运动员一样，出国比赛也是为国争光。所以在输和赢上面，作为陆战队员，一往无前，事夺第一，是我们陆战队员本色和特点。我们代表着中国，我们一定要拿第一，我们没有退路可走。作为军人，最大的荣耀是一个国家能够享有和平和安宁。其实军人不期望战争，但是军人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那就是战必胜。再次感谢首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让我们认识了海军陆战队这支特殊的队伍。谢谢，谢谢大老师，谢谢收看我们这期开讲，下期再见。刚刚节目中，我们的战士向王旅长发起了挑战，那比赛究竟怎么样呢？我们赶紧来看看吧。有信心吗？我觉得我会赢。我也有信心。好，没问题，来，我的手。这次比赛的规则是两人各自驾驶一台零五式两栖步兵战车，通过500米的赛道，包括一个九杆弯道限制路和一个六杆直通限制路。首先，九杆弯道限制路还要先通过一个直通限制路，这时车身两侧与限制杆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10厘米。紧接着会有一个弯道，他们需要转弯避开障碍，再精准通过一个直通限制路，最后再通过六杆直通限制路加速冲向终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谁会获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首长赢了。不，第一个九杆弯道的时候，我们俩是差不多的。然后过了九杆弯道的时候，我换挡快，我就换了一个四档，然后接着就追了个五档，以微弱的优势，领先于蒋水洲。当然，这个结果与我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如果说这个距离再长一些的话，我肯定会赢。